发一次的就是以搞怪舞蹈走红全世界，来自大阪卡大阪的舞蹈天团 Vanguard， 欢迎 Yokoso。以独特而且带有喜剧色彩舞蹈风格红遍全球的他们，每一次的出现，每一次的动作都让人惊艳。如此优秀的他们今天踏上金钟红毯，更像是群魔乱舞一样，为红毯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风景。他们现在呢也被 Vogue Japan 推选为是2023年度最值得关注的人物之一。今天晚上他们也将在金钟的舞台上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请各位拭目以待啦。紧接着呢，让我们来欢迎 Hello 你给问妈的就先招呼吧。好，来，大家好，我们是 Avangardi。 哦，好有气势哦，好有气势，平常都是看影片，近距离的时候会有一种被吓到的感觉啦。哎，听说今天是团长 Nona 的生日哦。お誕生日におめでとう。好，来，大家所有人跟他说生日快乐，一二三，生日快乐。这是他第一次在海外过生日，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下哦。像先问一下团长 Nona 哦，这一次第一次来走金钟红毯，心情如何呢？今回初めてのレッドカーペットの心境はどうですか？はい、エナジーさんのおかげでこのような素敵な経験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てとても光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因为托了 Energy 的福，然后能够让我们有这么特别的体验哦，非常的感谢。好，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有很多粉丝来到现场就是为了要看你们，那每次看到你们真的都整齐划一哦，好像好多面镜子一样。这边想要问一个比较反差萌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机会来看他们可爱三连拍呢？今日少しリクエストがあるんですけど、毎回シャキシャキのダンスが見させて、本当に一つ一つの鏡のような見え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今日はこの機会を使って、3連発の撮影ができますか？もちろんです。じゃあせーの、1、2、3、わー、谢谢，再次感谢 Vanguard。